Hello，我是你们的灵宝。现在我已经下班了，等一下准备出去外面吃饭。我发现我最近的脸真的肥了那双下巴，就感觉有好多肉啊。今天没有加班，因为同事说请客吃饭，所以呢就下了个早班，等一下就直接去吃小龙虾啦，就吃饭。然后我回来补了个口红，发现好像有点红。反正出去嘛就先擦好口红，反正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没有了。天呐，这个肉，我的天呐，有点不太敢相信。天啊，都肥成这样子了，还吃！我的天呐，什么有句话怎么讲来着？没有双下巴的女人是不完美的。什么梗？然后我现在在路边等我开车的那个同事来接我们去吃饭。不过那个吃的贵，吃了1000多。宿舍啊，然后准备卸妆就睡觉了，已经妆容都掉完了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拜拜。